Hello， 今天要做的是大波娃口水巾。准备的材料有斜布条、前片，还有后片跟夹层两组荷叶边。首先，我们先熨烫斜布条，之后备用。现在组合前片，放置完成的位置之后往内翻，使用强力夹把它固定好，之后车缝。车完之后，我们稍微剪一些些牙口，这还是有一点点的弧度，所以剪牙口的话，翻正面的时候会比较顺。现在把完成的前片、夹层还有防水层叠在一起，我们做书缝固定。现在我们处理荷叶边的部分，将一片表布下面叠防水层，之后另一片表布与表布正面相对，车缝外围一圈。两组荷叶边的做法都是一样的。现在将弧度的地方剪牙口，之后我们要翻正面。尖角的地方我们先对折再对折，用指头压着，之后翻正面，用手指把尖角推出来，这样会比较漂亮。有时候指头还推不太出来的话，就可以拿个硬物帮助。我是拿这只剪刀的尖尖角的地方对齐尖角，这样子直接用剪刀的力量推出来的话，尖角就会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我要熨烫一下最外围车缝的部分，因为里面有防水层，所以我并没有熨烫到防水层的地方，我就只有熨烫最外层的部分。现在要车缝外围装饰线跟里面的书缝，因为布料比较厚，所以装饰线我是车缝在大概 0.2 到 0.3 的位置。
那圈书缝完，我们就顺便抽折子咯。布料较厚的时候，折子可能抽完之后好像还是平的，不害怕，我们从上线调整，把它拉紧，折子自然就会出现咯。现在拿出书缝好的前片组，还有两个荷叶边，放置完成位置之后，往内翻，对齐好记号点。记得随时都可以用上线来调整折子，尽量把折子弄平均一点，这样子会比较好看哦。最下缘的部分要保留1公分的缝缝，等一下后片车缝的时候才有地方可以车缝。对齐好之后，用强力夹固定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书缝了。缝完之后，拿出后片与前片正面相对，把荷叶边夹在中间，车缝外围一圈。
现在我们将弧度的地方稍微剪牙口，尖角的地方我们就是对折再对折，然后用指头把它推出去。之后把车缝线的地方整理一下，我们先梳缝，然后再来滚边。滚边之前，我们先来处理一下滚边条，因为这次弧度比较大，所以在滚边条的地方，我们先把这个弧度把它熨烫出来，这样滚到弧度的地方就会相对更简单哦。滚边完再钉个扣子就完成咯。行啦啦，来跟我一起做一个吧，拜拜，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。